下来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，人今仔日所得到的一切，拢是过去所造作的善恶定业交感形成的。人必须清楚知影，苦是由自身三业等行为所造成。由于人严重欠缺悲心，只执着于个人的得失、尊严以及自我，因而造就人长久于六道中轮回，受无尽的生死痛苦。咱该如何解脱自我呢？要得到安乐，就必须确实修持无私的慈悲甲无我的空性，也就是悲智圆融。一个人拢希望生得相貌俊美、人见人爱，但相貌庄严是对对而来呢？是由修持忍辱甲慈悲而来的。
咱如果希望相貌好看，人缘良好，就要好好修持忍辱加慈悲，唔通发脾气，自心善待一切生命。如果修学佛法却未当比地正常，生活能力增长，佛法对咱来讲，就只是成了精神上的消遣。过去曾经有一位弟子提包啊，被供养佛陀，正伫个前往供佛的时，拄啊好看到一只流浪狗，有时伊就将包啊撕下了流浪狗。佛陀向弟子开示，供养众生的功德，等同于供养百千万尊佛的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唯一的目的就是慈爱众生、救度众生，所以下施众生的功德超于上供诸佛的功德。佛陀一再地赞叹比等第一，慈悲利生的功德，才是上大、上为不可思议的。
咱下好的发心动机必须要正确，爱时时警惕自己，反省自己。当咱愈精进、愈自闭的时阵，也就是本性清明、愈开发、较圆满的时候。佛法的存在，就是为了开发众生的清净，而清净的圆满体现就是佛。如果只是单纯想着恶道众生的苦，而生起大悲心，这个人即刻具有梵天福。什么是梵天福呢？欲界六赞天合起来的福德，也不如一个梵天的福德，可见梵天之福德广大。只是不忍恶道众生苦，就有如此福德力量，何况以上经实施的方式，实际利益因所得功德，更是不可思议啊。Thank you.
太多的抱怨和批评，你不懂得知足、感恩和谅解，只会让咱心胸越来越狭窄，损坏自身的福报利益。世界就是我们的母亲，千万不能够抱怨，应该以自心宽待一切人事物，使自爱公明互相正常。释迦牟尼佛向咱传说了因果真谛，引导咱知影善用其心，处处以慈悲利他为动机。菩提心净化咱的口业，改变咱的行为，更加进一步创造咱的命运，乃至将自己塑造成佛，利益众生。遇到问题，咱应该爱如何面对呢？应该爱以慈悲感化万分。千万唔通因为别人生气，我就比别人搁较生气。以正之正，永无止境。
希望得到好身和幸福的人生，就先对自卑做起吧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菜瓜布超人，芒果做了。阿妈拍摄，我们救地球。对啊，后来一星期救地球，后来救工作哈。节电，节电，清洁家电，如何省电？你关时间哦。没法度，广告只有30秒。老大，我们扛了78年了，室内滴水，墙壁裂开了。坏了坏了，新超风寺正筹建中，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，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，加油啊。是的，他们是新超风寺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。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，自山上旧超风寺迁移至今78年，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，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。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，飞檐翘角，人精神抖擞。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，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，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，雕刻线条清晰明快，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。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，右手成拳，左手包住以示善意，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，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。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，关圣帝君，再近一点，圣君对你微笑呢。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，是祝祷，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，保存价值极高。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，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，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，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。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，可看出有下陷状况。
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，蒋觉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，细腻精致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。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，延续观音慈悲愿祝佛殿。邮政话拨00448584，00448584，户名新超峰寺，电话07-631-2291，07-631-2291。请问菩萨戒六众二十八清戒，是指一个月中的任何六天八关斋戒，或一定要守六斋戒吗？标准是要啊！啊，我们现在讲方便啊，我给你，我给你推着哦。但是标准，这六天如果你受菩萨戒，你就应该守斋戒，不见得到寺庙，但是就是说这六天你记好，哦，今天是斋戒日，所以我就按照八关斋戒的生活啊。那晚上呢？你不见得能够做到过午不食，但是是以菩萨的心态啊，我为众生而吃吧，要死，对吧？我们出家人就这个意思，所以能够受最好的。掉渣子的，一个月有简单守六斋日的家丘，你看啊，你这样，你个看啊，大部分拢是女众。我以前我在家，我都守得很好啊，因为我想要出家嘛啊。所以我这一点不但守得很好，我恭喜那六斋的话大者斋日，给你们酒啊，给你们小酒啊，给你们个讲个有诶无诶，哎呀，我要把它弄得很好，这样六斋日是那六天不是你守戒，那六天是你要去做菩萨，你要去奉献，你要去利益众生啊，这才是大乘的。